你们在讲秘密？没有，一点都没有。他说他刚刚撞到吉他，撞到吉他，我看到。一点点，他还加上痘痘。对，原本就有一个痘痘，然后又撞到同一个位置，强调了这个痘痘。OK 了吧，各位大哥。我先跟我讲先。OK， 好，还有没有？好，那我们开始。不是，坐近一点。坐近一点吗？好。好。坐挤了吧？可以。好，那我先丢，跟一些跟剧比较有关系，就是这次我们是又是一个新的 CP 嘛，哈、嗯。我听说你们在拍戏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这边也拍一场《幻想纪实》这样的第二集播出的，对，好像非常出了很多笑声。对，因为就是原本他，因为他是个机器人嘛，然后他只是负责来照顾我的身体跟心理，对。然后因为九九就告诉我说他有一些隐藏功能这样，所以他在帮我，他在蹲下去要帮我拧毛巾擦澡的时候，我就捡肥皂，对，我就以为是他在帮我捡肥皂，然后就在浴室里面，我就开始幻想，他就开始想入非非，对，我想入非非，我就对心思没有那么单纯，我就开始有一些比较邪恶的表情跟想法，对，然后导演还希望我要 enjoy 一点，所以我这个人的表情就变得很享受。对，因为他演戏都是走写实路线，然后都是要真实的情绪跟反应，对，所以他我想说好，越来越沉浸之后，发现导演没有卡，他就继续下去。对，我想说哇，已经一分多钟，什么都没有卡，然后整个人。是快要叫出来，有叫出来，叫出来，有叫出来，当然没有声音。你在想什么？为什么可以叫出来？我想说这是要敬业的演员吗？我们要对。那你叫出来，因为很久已经有帮他解锁某一些功能。没错，当初现场是不敢抬头，对不对？对，在现场的时候，他叫我一听要叫出来，我就低头憋笑，不敢看他。那你怎么一直点伪造呢？而且后来就是因为都没有人喊卡，我就自己逃出镜头，然后我才发现，因为导演他就是笑到他没有办法喊卡，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啦，这个绝对不会用，结果他最后还是用了这个镜头。可能真的很写实吧，好想看。明天看得到。问一下李峰这边，就是因为这次你跟一般的角色不一样，是要学机器人，但是又是要有点冷又可是有点温度，你怎么去拿捏就是表现的方式，就是说不要太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毕竟我是可能是细胶做的，不是那种钢铁的机器人，所以不是那么机械化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我觉得我第一个就是肢体，我会偏向比较中性的表达，不会，然后肢体会比较动作会比较精准，精准，然后比较到位。然后我可能是想象自己的关节是那个一个支点，然后手臂的摆荡是自然的，不是僵硬的这样。然后眼睛可能就是要不能看着就自然的移动，对对 对, 对，就是要看着某个东西，然后辨识它是什么，再回传到我的记忆体里面，然后再做适当做出反应，是这样子想象的。但是有阶段性，对对。拍那个吻戏的时候。就是导演给你讲设定，就是说不能有情欲的表现吗？还是要很单纯，就是一个无感情的表现？没有，因为到后来的时候，到后来我跟楚玉婷相处之下，我渐渐可能长出了自我的意识，然后也爱上了她，然后直接垃圾。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以我觉得后来我的眼神跟动作会比较偏向人性化一点。对，然后。就不会再那么拘束。我觉得眼神吧，眼神其实非常的明显。对，你看得出来，在接吻的时候是，虽然身体是机器，但是他眼神是透露出他很投入，而且很爱对方。等等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吻戏好像分蛮多阶段，就是他的不同阶段，他可能他投入的程度会不一样。就是最一开始是学第一次，比较像是好奇在学习的吻。可是到后面可能是真的蜻蜓点水，然后到激吻这样。因为到后面可能是，到后面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感情。看了前面三部的片子，但是在看这部的预告，然后又看了一些画面，发现你们两个接吻
比 前三部是进阶。进阶？嘴巴会张开了。嘴巴会张开。没有，可能就是我比较习惯会去包它。这个基本上有一些变化，不然对啊，我们这样对啊，不能只对啊，我们还是要。对，做一点变化，所以、哦、所以真的投入了。私下有练习啊？没有啦，是对，但是那些亲密戏我们都想象都很相近吧？我觉得是这样。对，我们好像算蛮有默契的，就是在演亲密戏的时候。那问一下舅舅好了，是你做的机器人全都是男的，不会是女的？所以这个舅舅是有出柜吗？舅舅是有出柜。哎，我觉得男性的机器人他比较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机器人它就是以居家照顾为出发点嘛，所以你会觉得哦，有个男性的机器人在旁边，但是它可以做女性做的工作，它就是男女合体的那种感觉。那男性的形体又比较有安全感，比较容易让人家放心，所以它是都做男的。那有没有出柜这个，我们就因为很多粉丝有人问哦，舅舅很帅。真的，真的超帅的。所以，是不是要做一个诚实，然后用舅舅的形体？好哎，哦，这个点子不错。大叔型的那个，满足不同年龄层。对对对，大叔型。可以。大叔型。那子学呢？还送给何丽。你在里面是花痴吧？哈哈哈哈哈！我那个花痴，男花痴。对，那跟都是这些男生，你在现场就说。哦、不是有拍那个泳装照吗？不是泳装的泳装戏。我觉得跟他们拍的，他有反应吗？就是自取其辱啊，因为他们全部都没反应。真的，我穿我写真集那一套去、欸，哎，都没反应，他们都没有理我，不敢直视啊，因为太美了。而且我还有摸他这样子，对他还有摸我。真的，还蛮好。世界里面就在现场一直就是蹲下下腰什么之类的，是没有到那么入骨。可是但他穿的那个比基尼就已经哇，超级吸睛。镜头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都不会看我，而且导演就说你尽量摸，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摸，我就这样抓，他们没有理我，完全不理我，有把你推开吗？欸、有啊，他把我推开，对啊，我把他推开，然后把我眼睛遮住。我也有奇怪的东西，他剧情他保护他了。对，就是没有，就是而且我每天都追着他跑、欸，他都不会看我一眼，完全是对帮我做事，然后 对, 對, 對, 對我比较没礼貌。那你在现场应该是唯一的工作人员对你比较有兴趣。对，当天也没感觉，我也没有感觉，没有，真的，当天气氛很好。对啊，就是工作人员应该都蛮开心的，只是真的吗？对，真的啦。大家笑所以演这部戏蛮失落的，因为有没有人理你，没办法发挥。最后你就跟在他屁股后面，就是叫他教授，教授，他都把我当空气这样。然后我送早餐去给他，就平视我这样，没有看到我。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大概就是这样。比较冷漠一点。嗯。非常冷，所以你看到几个人穿泳装是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他说有，快说有，心里很澎湃、啊。没有我们，对不对？就是我想要保护他，不想让他看。对我们太专注在彼此身上了，所以就对于很久来说，就是有何丽这么美丽大方的一个竞争对手，對会很威胁性、啊，很有威胁性，让我觉得还是觉得他很辣，对不对？当然了、啊，对吧、啊？他很久也可以穿啊，我那时候就在想，你还可以穿、啊。哦，我下次，下次，我穿比基尼应该不太好看。不会，你有胸毛，我看到。所以子璇，你说你自己是腐女，所以你就是在摇滚区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如果是在角色里的话会蛮不开心的，但是如果跳脱那个角色其实还蛮爽的，就是很刺激耶、欸、就那么近距离看到男生那边摸来摸去，你是内心会尖叫那种？会尖叫，而且蛮兴奋的、哇，好想看下一集哦，哇，就这样子。那你那时候摸他胸肌你有什么感觉？有比老公大吗？我想一下，一定有。真的吗？一定有，因为他有练。对，他有特别他有练有了有对啊，就是为了这个戏稍微还有福利挺身啊，对，稍微充血一下。之前原本是一个都原本比较瘦一点，对，所以为了这个戏，我有就是大概有去找教练练三个月。我就听你预告里面，其实他有替他擦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还挺拼的。什么？也没有啦，就小有成就了。哎，那你们在一些亲密戏的时候有反应过吗？这真的是哇，这个太嗨了。
很激烈这样子，很激情，真的不小心有点反应，然后暂停这样子。是没有到有反应的，对，我们就是很敬业，心里的情绪都很满，因为其实是当下还蛮，就真的蛮喜欢对方的。好冷静的年轻人。对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床上的亲密戏也是蛮冷静的一场，就是说你靠着我靠在他的心脏听他的声音，然后那个心跳声让很久很想。想到了一些事情，想到什么？很安心吗？对，很安心。然后像一个咚咚咚的鼓声一样，咚咚咚的鼓声。你是什么头小？我形容很奇怪。所以你每一次拍吻戏都会习惯把对方包住，因为你刚自己说的，那你有吓到？第一次被包的时候，没有吓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接吻的时候也是喜欢包被包也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那你们谁要让谁互包互包就是轮流对我不知道刚刚他们讲了他们俩默契很好怎么样互包不会去 K 到有时候还是会 K 到对有时候还是 K 到说哦好那我配合你一下菜鸟经验比较少但夜景那场我们就那场吻戏就很投入，那场有点色，有吗？我是坐在栏杆上吧，坐在栏杆上，把它夹住这样，对，太煽情了一点。风景很美嘛，就是气氛很好，所以夹住哪？就夹住他的腰，然后抱着。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在栏杆上面，然后我这样靠着他的腿，这样。夜景好早熟。然后当下气氛很浪漫。没有，我不知道。我有听到。是色的吗？很成人哦，那我不要听。你们这个戏是吻戏很多，对他们是超多，真的蛮多，蛮多的，比我想象的多。预告全部都是吻戏，就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其实就有吻戏了。哦，对，从第一集就有，然后启动的，一直到最后一集都有，都好多吻戏。对，但是每一次吻的情绪其实都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有些是可能是因为它机器人的设定啊而产生的一些。第一次可能是为了我要启动，然后可是中间不同的好奇心，或者是两个人真的有什么情愫，然后或者害怕分开，反正就是有很多种情绪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每次都感觉都蛮不一样，不同阶段。嗯，有没有十场以上？要十场以上？十场以上？哇，我没有数过，应该是没有到十场以上。五六七八，可能七八场，六七场，应该有。我有现场看他们一场，是不是在野餐？那个写八场，是野餐吗？就是在宜兰的那个五六七八那个别墅，我就在二楼看着你们接我，在厕所边上厕所，然后他是透下去，我就看你们在那个野餐布上面接吻。哦，在草地上吗？对，在草地上，其实还蛮浪漫的。边上厕所边看他们，真的是厕所就坐在那边，就看到他们下面就在接吻。我想说，哦，原来你在偷看。对啊，我就在想，你时候会觉得说，哎，很害羞或者什么心情？你说第一次吻的时候，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天拍的时候，其实就有拍吻戏，然后那天。就是夏天最热的一天，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在流汗，满头大汗，然后又拍很害羞的戏，对，但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算蛮有默契的啦，所以那个当下就是很自然的吻上去，好像就是彼此也都很了解彼此，所以因为你们两个相处时间最长，对，真的蛮久的，不应该害羞就是你，对，我们对、啊、我们排练时间，因为从一开始公布的时候，他们是最后拍的、啊，这样顺拍下来最后，其实从第一场就没有什么害羞，对，亲吻二吻戏的时候，然后吻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又更放松一点，他们连上厕所都一起，哎，是有夸张，他们上厕所然后就修就一起去。因为想说这样省时间嘛，然后也省时间，大家对不会等太久，不会耽误到大家时间。然后我们也是顺便放松聊聊天，很需要对这一段小小的时间，一分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心情。对，所以拍亲密戏都很快速嘛？亲密戏快速也没有、欸，也没有整个交叠在对方身上，对，还蛮久的。然后就是大概拍多久啊？多久？你说每一场有一场那个在床上好像蛮久，在房间里3-5个小时，因为那个从一路从这么久，没有，因为他从我们从晚上然后睡觉躺着聊天到亲密戏之后，然后又到隔天早上，对，所以是一个原本是躺着，然后到起来亲起来，然后又后来又躺回去穿衣服哈，
都没穿衣服。哎，哇哦，你有穿啊？我有穿，还有穿衣服，他穿衣服，对，我当然有穿。所以是你有穿，他没穿。他没穿。对对对对。变色情的。可是腐女就会想看这个，我就很想看。对，他没穿，很好奇。但是在拍之前有没有先，就说约出去比较后期这样吗？有哎、欸，我们就是约出去有一个录音室，是我们排练的地方，然后每个礼拜至少会约一到两次，就是读剧本，然后就是我们会把每一场的台词都互相对过一次，对，然后自己觉得说，哎、欸，哪边可以再更顺，然后我们怎么样才对方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嗯，然后出去玩，然后。我们也有去很多地方，我们去美术馆、嗯，然后去猫空乐园，还有去猫空。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约会吧。对，因为我们兴趣蛮像的，所以、哦、看电影、啊、看好几部电影，真的好几部，然后一起弹吉他唱歌。那你们走在路上会真的手牵手吗？不会啊，我不敢，不敢啊。对对。看电影的时候有谁手默默过去吗？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很专心在。你在看首映的时候，他们两个牵手，对吧？啊，首映吗？好像是林晨摸他吧，有吗？没有，我们就是有时候看到害羞的地方，会想要跟对方说，互摸，怎么会这样？就让对方，就是对方比较可以帮我们舒压一下。但我记得有一次，怎么这么互摸？怎么这么入戏？没有，虽然没有牵手，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两个坐姿完全一样，就可能我翘脚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你也在翘脚，然后我往前行，哎、欸，你哦对，然后喝，你可能喝水的时候，我也会喝水，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会默默偷偷关注对方？好像会自然的，那个默契已经同步了。对，而且有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段蛮冷门的，然后整个电影院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哦对，对，不是是那种平日中午，就清晨场，就你看他们亲热戏，会不会觉得像小孩子的游戏？啊，会不会像小孩子的游戏、啊？他们亲热戏，年轻人嘛，就应该这个样子、啊。就是、想谈恋爱就勇敢去，勇敢去爱，对，勇敢去爱。子璇要拍一些比较跟组长们有一些比较亲密互动线的时候，需要报老公报备吗？会跟老公讲。哦，老公有来现场，想说观摩一下冰场。没有哎、欸。他是个醋味很大的男人，占有欲蛮强的。这两个都蛮帅的，对啊，不会这可以讲吗？老公说就是五四三二一之后我可以 bonking， 他就是讲 bonking 哎、欸，我说 OK OK OK， bonking 就是可以尽量占便宜，这样对我们有点不太好。国语要怎么 bonking 什么 bonking 台语尽量占便宜 bonking 加 bonking。那像你以腐女的心态，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的男生？你说他们两位吗？或其他任何都可以。好难的，现在都很喜欢哎、欸。如果以他们两位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教授，因为感觉教授可以保护我。那如果是秉承的话，就是我保护他那种感觉。去私下。私下，对啊，对。你喜欢嗯，因为刚秉承那个在镜头里面很像娃娃，就很想把他带回家保护一下。啊，李峰啦，李峰，我怎样？没事没事没事。那老公知道你穿泳装去拍戏吗？知道知道。他说，他什他没有什么反应哎、欸，无感，对无感。那他有先确认一下男女角跟自己的身材或脸蛋，就比较一下。怎么会做这种事？很信任，很信任你。那他问你摸完之后，他问你感受吗？哎，今天你摸那个怎么样？不会，应该是我会跟他讲。他有想听吗？有老公怎么分享吗？说哎，好硬哦，冰的硬。应该不会说冰的硬，就会说哎，蛮硬的这样子。不会说跟他比较。这么害羞的问题。非常前几天我们好像在看什么片，不是奇怪的片，但是我就是说那个男主角的那个胸肌很就是比较大，他就可能会说我也有啊这样，对，他有在默默比较的那种，他叫出来比较吗？他只是说我也有，他有不代表很壮，就是每个人都有胸部啊，结果有没有？就那样吧。你刚说老公占有欲很强，他是因为怎样占有欲？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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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害羞。就可能老公会去算我从十楼搭电梯到一楼的时间，那时间还没到，他就会打电话：“你在哪里？你到了吗？你不是从十楼坐电梯下来吗？怎么还没有到？”好占有，这样算占有吗？啊，或者是我去我们家外面的 Seven 大概300公尺，就要跟他讲，就要传简讯说我要出去 Seven 买个东西，不然他回来看到东西会说：“哎，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啊，你有去 Seven 怎么没跟我讲？他是把你当妈吧？压力很大嘛，好像是习惯了。那你这样就是有时候拍片会需要没有办法接电话，他会有什么反应？我如果拍片之前会先跟他说，他就知道我那段时间不能接电话。嗯。那他允许你去摸他的胸肌怎么 OK？OK。滚床也 OK。滚床也 OK。哦哦。不行。不 行, 不 行, 不行，为什么？那他会，他会次数说，那我也要，然后就回家找你的。哇哇，我会联想，哦，还没有，还没有，再有预备，还不到，还不到这个程度，下次有再告诉你。好会幻想，对，好会幻想，比他还会幻想。他还有问题要问吗？那我们就差不多要结束喽。同学，你在拍穿比基尼戏的时候，有没有事前要先瘦身还是怎么样准备吗？一定都会有哎、欸，我好像前两天晚上都不吃饭，我都只吃水果，就如果很饿的话，我就是芭乐苹果或者是水煮蛋，就让自己看起来比较 fit 一点。你呢？我吗？我有，我那三个月训练期也是，就是狂吃鸡胸肉跟高蛋白，因为我真的是比较体质是比较瘦的那种人，所以就是要逼自己多吃一点。虽然说最后还没有到非常壮啊，但是已经我觉得已经有达到我原本预期的小目标了。自我要求很高、啊。对，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我这部戏可以让我就是有动力去达成这个目标。对，然后我有特别。拍片其实他们也觉得要我的身体要黝黑一点会比较好看哦，对，所以我特别去那个日光房晒一下，对，至少看起来线条会更明显一点，对。那我就幸好我不用脱衣服，没有，你身材也不错。你们两个年龄是一样？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只差一个月，然后都是台中人，然后共同没有很多，而且我们对成长经历很相似，对，而且我们住的地方也蛮近的，就是我的小学同学是我的大学同学。对，然后也有高中同学是我的补习班同学。你们这是在恩爱，这太过分了。我们很有缘分。对啊，对，我们就是恩爱，有一条红线吧。对，因为我高中就知道这个人。从自己讲，从西屯区先到新屯区，先到沙鹿，哦，好细节啊。对，就是台中的一个缘分。超细。所以你们喜欢的类型是一样的，不都一样吗？一样，你说我们两个，你说长得很像，所以我喜欢类型。喜欢的类型都是一样，对象的类型是一样的。哦，对对，差不多。那你们都会知道彼此的前任？前任呢、啊？前任好像有啊，听过他们讲蛮多。对啊，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就有一些，对，有一些交流，讲一些故事。对，而且他高中就很有名了，一直讲这个，但是我高中就知道这个人了，所以。因为我们都台中人，然后他那时候在一中，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有一些什么表特版，对啊对啊，然后很帅出名的那种一中三帅，所以我们就会传到我们学校说，哦，一中有这种自拍的照片，对啊，或是无名小站什么的，对，然后就记得了这个人。那你会有莫名的骄傲感，说，哎，我收服了一中三帅，我觉得，然后其实还蛮有成就感，就只是觉得说，哦，征服了，被征服了，就觉得可以跟他演戏，就是试镜的时候觉得哇，我竟然跟黄女峰对到戏，真的是太开心了。然后后来排练又发现我们真的很有默契，就觉得哇，这个缘分虽然迟来了，可是还是很珍贵。对，就是你知道他，但你不知道他。他本来应该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有名，所以对。但是我在试镜之前就有看过他，嗯。我也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但是总之我就是有看过他，
的在一个演员的平台上面的照片，然后就印象深刻，很像余文乐，很像什么哦，余文乐，没有，帅，谢谢，梁朝伟，不是梁朝伟，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很奇怪，他们只有爱心。后来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就是在试镜间的时候，我才第一。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就是就发现他真的很像余文乐，然后但是没有啦，不太一样啦。然后就发现他情感很细腻，然后我平常很不会聊天，但是他很改变了，很懂，很懂我要讲什么，对，很知道我要讲什么，可以帮我把话接完。对，然后我们两个就聊了很多，后来他慢慢的话就会越来越多，我就知道他其实内心是有很多想法，很多废话，不是废话啊，就是对，所以我就很开心他可以对我敞开心房，谢谢，不会，应该是不会，就是刚好不够时，那会因为拍戏跟有禁欲令还是什么？为了拍戏会不会有什么禁欲令？禁欲令？禁欲？就是不要怀孕？哦，禁欲令吗？禁欲令没有听说哎，应该是可以自由发展，顺其自然。现在还没有实施？还没有。但有想要吗？老公很想。哦，老公很想。可是我已经很老了。哪有？他想说你想生小孩，应该找年轻的吧？是不是娶错人了？你这样跟他说，对，我这样跟他讲，他怎么回答？因为我这两年就是高龄产妇啦，他没有说话，就点点。他现在还有在避孕吗？如果老公想生。现在是顺其自然，那就是好会解读哦。看老公心情，他是很想要女儿，是不是？我很想，如果是希望再生，他会希望是女儿。我以为他想当女儿傻子，应该男生都想吧，对吧？对啊，那有儿子也不错，对啊，都不错。他有特别，他有跟你说他想要儿子或女儿。他说男女都很好，但就是想要小孩。对，只想要一小孩，很他很喜欢小孩。你有没有跟他说带小孩很累？劝退。最近的心得。我有听他分享过。你有劝退他？我有找很多朋友劝退他，但是就没办法劝退。可以看他跟小朋友相处，觉得他是真的吧？我觉得他应该分数算蛮高的，如果十分的话应该有八分，就真的很爱抱小孩，就到哪一个场合他都在跟小孩玩，我有吓到，他是一直在暗示你，生，对，快生，对，龙宝宝还有希望。好像到四月吧，对不对？因为我一直有脸书的广告啊，想生龙宝宝吗？要快，赶快买什么什么什么，网络上广告有这种。那今年有机会吗？今年我也不知道，我子宫争不争气，真的很难说。不要在这里，都吹肚子，在争气，争气，也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啊。会有想要调身体什么之类的，还是就是真的调身体？对啊，就是吃中药啊，针灸之类的。我就按时吃饭啊，按时睡觉。没有特别去作息正常，对，正常。所以你熬夜，老公会管你，就叫你赶快去睡觉这样。不是还好，还好啦，因为我本来就晚睡。老公也晚睡，所以就还好。一起玩，对，一起玩。所以两边长辈也不会想要你们催你们，我要再生一个。不会，现在的长辈都很开明。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吗？我们再讨论一下，看舅舅会不会帮我们。对啊，看舅舅会不会做一个9.9，做一个小孩。9.9，对，9+1变4。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有点久。天差不多啊，不分哈，要细聊我们再约。谢谢你，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之后马上就有好消息。太快吧，那多起很正常啊。可是我预期是很正常，不要下一场一直出来捶肚子。对，我捶肚子，我预期下个礼拜才来。他要来啊？对啊，不要到了。但是这个也要写吗？开始打，月经上开始打，还在绿帽期啦，还没有，太细了，会不会排卵都不知道？现在身体很差，你会上排卵期，然后没有，就太累了，顺其作息，正常变多吧，几率才变多。没有，就看心情。哦，对，压力太大了。他每天心情都很开心。看心情。我是现在每天都很开心。很热，对，很热。